咁好多新嘅觀眾咧就以為老師係啤梨，就話點解啤梨係唔出聲咧？咁會叫做呢、這個啤梨晚報咧嚇？佢咁肥係嘛？咁即係嗱咁，我先介紹你老師，咁我就林康正，因為都有啲人咧，因為要叫啤梨晚報嘛，就認錯咗我係啤梨嘅嚇。好，翻嚟今日7月15日嘅啤梨晚報，我係啤梨，我隔離嘅拍檔叫林康正。咁頭先臨開節目之前咧，林康正咧就將佢就話咧。喺即係呢兩日嘅示威現場啦，喺即係呢兩日嘅示威現場啦，喺即係呢兩日嘅示威現場啦，咁啊有有啲新嘅聽眾啊，係啊，好新啊 ，OK， 有啲嘢認錯我係啤梨 ，OK， 就問佢喂，你個拍檔成日講粗口，講粗口好勁，我係邊個？咁我就係啤梨啦 ，OK， 我哋嘅節目叫做啤梨晚報 ，OK， 今日7月15日，好似尋日啦，我講翻尋日啲遊行啦，好，我講翻尋日啲遊行啦，好多人就叫我做，叫我做啤梨哥啦，我首先我唔係啤梨哥，我係林康正，我側邊個先？我啲新人嚟㗎啦，跟住佢話啊，咁你唔係啤梨哥？你係林康正，咁你側邊嗰個成日爆粗係邊個？嗰個先係啤梨哥咯。咁撚柒嘅佢哋，有成五六個添啊！唔係嗰啲真係，我諗嗰啲係新嘅，好新噶啦，係啊。